盘叔怎么队友去哪里了？我操！你后面帮我一下，我就不会死了。跑那么快啊，那个！起码出了个金钟罩，其实少于10%，还有个无敌罩子呢。怎么跑这么快？别等我了，你快自己玩，我去把娃娃，我要去洗澡，明天还去上班。明天晚上陪你玩吧，好吧？明天晚上陪你玩。 今晚上我们开黑，吧？我是无人能敌。哦，这是加内功伤害的，绿血，绿血，初出装，就他了，没谁了，就他了，这不是古剑奇谭。 这是九阳神功死的地方，这游戏好像那个，真的非常像，非常像神之浩劫。傲视全场，傲视全场，什么在傲视全场？没地方推了，打野怪吗？ 我还到现在还是没看懂这个轻功的机制是什么，反正你们看得懂吗？给我打了吧，刚加了1分钟，减速持续2秒。 反正大概就是攻击力的 buff。对，九阳神功，然后并没有卵用，我们就停播了，播差不多了，对。不敢过去啊，对面三个肉，让我退一点，旁边卖个萌。 小编直接跟他秒了，雄霸天下！本来还是大海烧，终结者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追不上他，他好快啊！他身上加了个闪电。 这边也在啊，好久不见，谢谢空心菜。
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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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我是江苏连云港的，我们这边是有山有水，然后有吃有喝，还有海鲜那些东西比较好买，然后花果山，我们这边还有猴子，出马湾，我们这边有海，只是黄海，它不是那种透的海，透透的蓝蓝的那种，不是，它是蓝，它是黄色的，然后有一点浑浊的那种。我想你，我想你。我明天把角度搞好一点，就放在这儿，好吧？都滑下来了。对，它是，死海。哎，颜值低。不要骂我，我知道我丑，好吗？我非常丑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所以我才用，哎呀，所以我才在房间聊天呢，要不然我就直播了呀。好了，我已经长得够开了，不用再长开了，就这样行了，不用再继续丑了，我的意思是。是吗？可以吗？我怕我一会儿被封了，我把衣服理一理啊。怕我一会儿被封。会的，我刚坐在那就被封啦。谁刚刚被封啦？你们都骗我呀！